大家好，你们知道怎样健康的管理自己体重吗？身体肥胖，体重过重对人体健康会造成严重的危害，由此市面上出现了各色各样的减肥产品。但是减肥想要成功却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最科学的办法就是少吃多动。不过大多数人对于美食的抵抗力都是比较薄弱的，尤其在肚子饿的时候，坚持减肥的意志更是薄弱。这个时候选择正确的方法让自己度过难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今天我就为大家介绍一种低热量、低甜度、低蛋白、高膳食纤维的食品，它就是魔芋。魔芋主要成分为魔芋蒲甘露聚糖，这是一种优质的膳食纤维，吸水之后膨胀百倍，很少摄入量就可以达到饱腹的效果，同时不会增肥。每天服用能有减肥作用和营养平衡，让你无需刻意节食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。除了减肥效果以外，魔芋还具有以下几个功效。一、排毒。魔芋有丰富的植物纤维素，可以帮助活跃肠道功能，加快排泄体内的有害毒素，预防和减少肠道系统疾病病变发生率。二、通便。魔芋所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效刺激肠壁，保持肠道清爽，防止痔疮效果立竿见影，在日本有肠道清道夫或铁扫把之美誉。三、洁胃。魔芋中大量的可溶性植物纤维可以促进胃肠蠕动，可减少有害物质在胃肠、胆囊中的滞留时间，有效地保护胃黏膜，清洁胃壁。四、预防心血管疾病。魔芋因为是天然的蒲甘露聚糖，被医学界充分论证可以抑制胆固醇、降血脂、降血糖、扩张血管，预防动脉硬化等心脑血管系统疾病，颇具延年益寿功效。五、预防糖尿病。神奇的是，对于糖尿病患者，魔芋中的植物纤维被医学证明有增加血液中胰岛素、降低血糖，对控制、预防和治疗糖尿病有极好的辅助效果。六、平衡体内盐分。经过营养学证明，人体每天摄取盐分应维持在10克以下，而魔芋具有调节或平衡体内盐分之功效。魔芋胶囊是21世纪健康减肥新理念，而根王魔芋是天然的健康产品，主打只减脂肪不减水分，增加了饱腹感，让你没有饥饿的感觉。通过正常饮食，减少摄入，保持肠道清爽，保证身体能量平衡，达到预防肥胖和缓慢减肥的目的，帮你健康美丽吃出来。根王魔芋胶囊每瓶120粒装，服用简单，餐前1小时空腹服用，每次2至4粒，售价新币48元。你可以上网购买，或在新加坡各中西药行均有出售。询问电话6562-5526，询问电话6562-5526。